是河北省的人或者是河北省的车都不让进是吗？那我们河北的身份证可以吗？可以过吗？如果明天上班的话。啊，河北身份证和河北车现在都进不了境，都进不了是吗？这样的人连河北车也过不去啊。我知道那个河北身份证就是有核酸证明行不行？不行，只要河北就不能进是吗？这种从现在开始，河北籍人员车辆禁止入境啊。有核酸检测也不行？不行。河北牌照没有核酸检测的一律不允许进京啊，大家回家回家。好嘞。厕所那边了。《纪元时报》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、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《大纪元时报》。订报专线：0800566688。